哎呀，这个笑的反应跟我们一样哎。喂、哎。啊。哇。Hello， 还真是搭、哎。Hello。你好。我刚刚就想说，哎，现在在海边，如果见到以晨，他的头发就飞起来了。走一走。好。对萌身高差。好酷哎，有点像那个冲绳，有一个教堂也是这样，想要坐一下吗？可以。好吧，给你坐我旁边吧。哇，这个背影看着真的是。你有想过，就是如果要选择一个地方退休的话，你会要海边还是山边，还是城市里？要看和谁一起就继续后面的生活吧。但我还是对退休很有憧憬。我觉得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房子，就是在海边，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起床就可以看到海。在这里坐着就真的可以坐很久。我也是，其实我觉得听海风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想不想一会儿去海边走一走，玩玩水？可以把鞋脱了。出去吧。Unlike a stormy night fall, beginning to total destruction of her fall. 好冷。然后跑，本来想，自然跑回来了。你可以啊。我本来想脱鞋的，突然有点不想脱了，好冷啊，感觉。有点冷。我帮你拿吧，好不好？谢谢。你为什么不脱鞋？你叫我脱了鞋，我自己不脱鞋。我也想脱。你这个没有义气的人。我是说到了那个摊再脱嘛。然后我本来想下水的，但是我看你突然很着急的跑回来了。就本来想，我好冷，我真的好凉啊，然后就赶紧往回跑。碰碰海水。好啊。你在干什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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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啊，你弄啊，你弄啊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嗯，就是还可以开音乐会。对，你有开过自己的音乐会吗？啊，没有。自己的吗？嗯，你会想开吗？不，肯定会想开。我也想看你开。哦、oh. 我要坐在前面，要拿着灯。
你有试过这样吃饭吗？就对着海边这样。我有对着海边吃过，有吗？但是没有像这么好看的海。这真的好美。你喜欢看海吗？嗯。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看着风景发呆的人？你说过。对。金牛座会分美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金牛座真的是很会吃，因为我是真的不喜欢分享好吃的。如果我看到好吃的，我本来想夹，然后对方夹了，我是真的会生气的。是吗？对，金牛座是真的很喜欢吃，他很会吃。今天生日过得还算开心吗？超级开心啊。是吗？嗯，那就好。就非常感恩，就是遇到你们每一个人，然后虽然相识的不久，但是居然就是给我办了个生日会，我是真的没想到。因为你说之前过生日不是都会有不好事情发生，就听到你这么说，都希望能给你弄一个很开心的生日。嗯，大家都很用心，然后我也说我也一定要好好用心一次。谢谢。然后我有认真的在想去准备什么样的礼物，有在想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些话，包括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有你的梦想。然后我就想到小王子，我就觉得这个生日我要送一个小王子给你。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就是希望，是希望你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今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单独相处。你跟我们几个女生相处，总是觉得你好像跟我们每个人都很熟。嗯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值得去相处的，每个人我都会去用真心的、真心诚意的去好好相处。我特别喜欢你，就是这个真诚。我是一个很在意别人感受的人。那你会不会因为在意别人的感受而去做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会。会。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星座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想去觉得，不觉得它是准的，但有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就很像，有些点真的很像天秤座，会尽量去找平衡。而且我在小屋里也是尽量去平衡每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不知道，我不会管这个。我喜欢跟谁，我就会偏向谁。就比如说，你因为想平衡每个人，那可能你就会伤害到那个一直希望想跟你多相处的那个女生。你。有些事情你以为没有伤害到别人，但其实是有伤害到的。会有想，这也是困扰我的一点。我觉得这样我需要去改变自己。Hello， 吼吼，哎呦，早起，一脸的失望，
赶紧遮上，不要被看穿眼神。我看出了你满脸的失望。是吗？没有失望，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出去玩了。你系上安全带吧。你是？哦，忘记了。你第二次跟我出去玩，感觉怎么样？感觉充满了意外和惊喜。这是怎么选的？他只能选两个。啊，那你还留了一个给我。感动吗？感动到哭泣。明明一见我一瞬间满脸的失望。没有，真没有。我就你转过来的时候，我看这鞋和裤子一定不是那个人，我就明白了。所以我是你的。你是我第一志愿。真的吗？你猜。我觉得你会坚持你自己的最初的选择。我就觉得好混乱，就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明确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就是他也在考虑。嗯，那你今天回去之后会不会见到他会很难过？对，我就完全就我现在已经忘了他是。然后呢？怎么走啊？你认路吗？一直往北。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们的境界。I see you walking down the hallway.I see you standing by the doorways, and I see you sitting in the classroom. I see you talking by the train. 走吧。哎，闲杂人等都闪开，我的女神要来了，你们都起来。哦，这个角度不错，那爬上去距离还不近。这个龙字为什么写这么像地龙？是地龙啊！你欺负我没文化，过分了。那你知道牵马这个字吗？哪有两一个字念两句话的？打赌，赌啥？赌我背你上去。从这儿开始啊，背我上去。查 vivo。来。有鞭。嗯。可以，厉害厉害，了不起。来吧，所以你要背我。嗯，一二三。啊，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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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选择我走路了。我觉得你其实可以放这儿放我下来，有点不好意思。那就让你故意让你不好意思吧。别别别别别别别。OK OK OK。嗯。累死我了，没有。沉吗？怎么会沉呢？哇！哦哦哦哦，掉下来了！哇，是绑脚的！哇，好可怕，还要弹那么高！哇，要重新考虑一下。对呀，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哇塞，还是有点害怕的。他故意搞成镂空的。哇塞，是我还是有一点恐怖的。哇！别紧张，一闭着眼就下去了。一次走，走，再走。别看你，别看，看眼睛。你别害怕，你抱着我就行。走。抱紧，一定要抱紧。买好了吗？头发这边来。哇！来。四。三。二。一。哇！
我感觉我的魂儿还没回来啊！坐坐坐坐，有点扎。你穿我这吗？我习惯光脚走。什么就穿我的吧？没事，不穿了，不穿了。你穿我的。不穿，不穿，不穿。给个面子。你脚 OK， 脚 OK， 铁铁调整。所以现在干嘛？欣赏风景吧。哎，那就坐缆车呗。哇哇，这边好好看啊！你说这个栈道之前真的有人走过吗？这哇，这我可不敢走啊！哇，好舒服，真的好漂亮。所以你跟我出来开心？开心啊。那我们往前走吧。好。这儿不错，这个位置很有安全。咱们俩状态很像，你也会有失落和失望吧？你还在里面纠结吗？那肯定会有啊，就会想我是需要做点什么，还是需要就是什么都不做。那你选择貌似什么都不做。我选择就是做我该做的。所以你跟我的处境有点像。我的选择都是最早的选择，就是不认识的情况下，你肯定会有一个最心动或者最那个什么的，但是你中间肯定还会就是大家都认识了，那认识了之后，可能慢慢的通过了解，然后发现哦，可能还是就是感觉来的最准确。我好像明白了。明白什么？你想说的话。我想说什么？我自己都不明白，你明白？你太厉害了。哦。我想说什么？不知道。那就去寻找一下默契。其实这么看挺浪漫的。如果快结束的话，你会想念这个状态吗？会。是挺难得的。感觉都已经奔三了，还能感受一下青春的青春的活力的感觉。一直都青春活力。衣服给你。哦。我觉得衣服还挺香的。是吧？因为我也用了金纺护理衣服呀。是吗？嗯，我还挺喜欢的这个味道。走吧。跟同学呀、啊，赵老师，哎呀，挺好，挺好。我反正昨天晚上我就觉得赵一军没跑。今天是那个逛吃局，享受这个过程。我跟你说，你今天跟我来就来对了，真的，你今天跟我来就来对了。来一次胖五斤，再
不是吃，玩肯定玩的更好，因为他们那些玩的都没有意思。对呀、啊，蹦极是吗？蹦极多无聊。海滩走好帅、啊。好滩走热死，海风吹死。对呀、啊，风着发型。去玩过山车那些东西。过山车什么？多无聊，咱们这个活动既轻松又舒服。可玩可歇，很轻松，还能吃东西，还有美食，还能买，还能买，哇，哎，安排上了，可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你聊天很舒服的，你知道吗？就很痛快。走喽，出去玩喽。哇、哦，可以呀、啊！哎呀，你老叹啥气？哎呀，啥呀？就是不想来呗。想来啊！你看这河。这不比北戴河强吗？那肯定是比北戴河强了，对吧？我们这是有底蕴的。这个很好看。哇，这啥呀？看看这个店了，不错。感觉这一看就是那谁喜欢的。这个我可以先买吗？这适合凯文。走吧。走，今天这个自己背啊。可以。小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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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天他送的就是那个，是吗？同款吗？同款，这个吗？嗯，呀，是啊，那个人生是用心的，是用心的。马上水镇吃去了，椰子来吧，那不用说了，来个椰子。烧饼，这个是 OK 的吗？嗯，好吃。书院，哦，那些都很好看，而且。嗯，哇这真的是糖葫芦啊，哇，你看那景很好看。永顺染坊，这是染坊，哎，漂亮了，漂亮了，有意境了，有意境了，美了。天哪，太高级了吧，这个也，哇，哎，怎么样，你的好像好看一点，是不是？我的是个煞，你的好像完胜我这个了。怎么样，走吧，继续逛吃逛吃。可以。哎呀，太神奇了，这儿今天必须的，你就跟那慈禧似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把手这样一伸，小罩子，太后，你要出宫了、哎，好的，我们去喝点绿豆沙吧，走着，开心，那坐这儿吧。你今天真的买了很多东西，有明星吃的、玩的、用的都有，扎染的、吃的，你不挑一个送那谁吗？扎染的那杯啊、哦，可以。包。哎呀、嗯！哎，所以你有为告白准备什么吗？准备了一颗真诚的心呀、啊，这还不够吗？特别够。你有没有想过告白的事情？就是有想。告白自己喜欢的人是吗？小事情。小事情。hold 得住。hold 得住。完全能控制住。就都不慌，咱俩。我反正不是很好，我也不好，就是我接受所有结果。哎，你说你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是会放弃自己很多东西吗？就这些放弃可能会让我更开心的话，我会放弃。而且我觉得我相信他有理解我的能力。嗯。但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就是在。试图分担他的时间呢，就是这样，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其实考虑很清楚，就是如果说他俩的时间是他俩在一起，我是不会去打扰的，因为我也不想给对方压力。然后我就同样，其实我是也是希望说，如果我俩相处时间，我也是希望被尊重的，嗯，这是肯定的。然后我觉得顺其自然和尊重是最重要的。嗯，真难的。嗯，是挺难的。其实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去吃个饭。那咱们就先撤吧。好啊，走吧，走。哇！哎呀，可以，非常好。可以把我的猪放在这儿吗？把猪放在这儿，很可爱。一起吃，比不过，好吃，但是应该分两口吃，一口吃有点腻，喝 UEC 解一下油腻，太好了，而且这里边有活的益生菌，是吗？干个杯吧，
庆祝我们今天第一次宠物会师，没错，来。好喝。现在就是，反正我就挺困惑，也是矛盾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主动一下呢？你觉得呢？没办法。什么是没办法？就不是能控制的，他的时间会被其他人占据。如果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面对很多人的时候都有那个竞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应该更主动吗？就是我们之前发生的事，直到礼物那次嘛，我都是相信的。嗯，就是我不相信有另一个人可以跟我俩契合到那种程度。就是如果你觉得坚守原则可以让你的心里特别平静和平和，然后也可以接受最不好的结果，我觉得你可以继续保持你这样。如果说你因为没有努力去争取而会感到后悔，你就应该去主动，就看你愿意接受怎么样的结果。唉，真难啊。反正不太容易。Hello. 哼，今天又像是天使一样啊。有点窄，你要当心。谢谢。小心口。背包你要放后面吗？放前面也行。没有吃早餐吧？有吃的，有饭团，有那个三明治，你要吃哪个？还有那个 cheesecake， 都在这。哇哇，对，哇，都在这，没事。哇，还热的呢。还热的，你挑着吃，纸巾这边有。好的。Okay。你提前会知道是我吗？不知道的。哦，就刚才见面才知道的。对啊，所以我很开心啊，可以跟你出去玩了。嘻嘻嘻。来，你的礼物啊。哎，两个？为什么是两个？让我选一个吗？不是，都给你的。如果是别人，我今天不拿出来了。这是什么？来看啊。就这个比较可爱，那个是一个机器人。我的天啊，是你吗？我啊。我天啊，这也太可爱了吧。这也太可爱了吧。这好可爱啊。OK， 准备下车，包包我背，你就管玩。走了。对。适合吗？适合，好适合。哼，我要被双肩了。哎呀妈呀！哎呀，可以啊！可以吗？可以。我要蹦跶一下。蹦跶一下。才配得上我的小书包。什么好？这个黄的比较适合你。哪个黄？这个吗？我这头发。你手上这个有试戴吗？你要试一下吗？你说。你应该不可以是吗？我可以。你可以试一下，所以我才拿的。你真的好适合带这些东西啊！真的吗？小蜜蜂呢？过分了！我不想带了。啊，这个要是……哎呀，我的妈呀！你要带哪个？不，你得带。你选一个吧。大突破！黑的好看，红的好看。黑的可以。那我带哪个？带蜜蜂吗？红黑。但是那个可爱呀。简直！我看一眼正面，威廉豪，能帮我们和熊拍张照吗？可以。哎呀！我真的要做这个。坐后面都不怕。真的假的？真的。我很怕。你好怕？真的很怕，我自己玩，我不会来做的。是吗？怕了！不要怕。
来了，小文准备好了。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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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啊，就没了，没有了，没了，就没了。这还好了。对啊，还好吧。这还好了。对。哎，我想玩这个。你要画啥？这个就很可爱。瞬间活泼了你，来吧。哎呀！哎呀！你要瞄这一个点和这一个点，然后打在球的中间吧，差不多，这里和这里。哎呦！这些全要了。赚了，小梨窝。啊！来啊！我先。你戴这个真的很好看。你戴这个真的很好看。姐姐，哦，放心哦，你要盖吗？都可以，盖吧。歇会呗。我们是控制嘴巴还是控制手臂？这是手，这是嘴。选游乐园是因为我觉得游乐园里面很梦幻，很多平时不敢做事情，就刚刚都会在这里实现。嗯，仲夏梦乐园这个主题其实就也让我想起了那个仲夏夜之梦，里面很羡慕男女主角他们可以勇敢追求爱情。我要自拍一个。自拍 OK。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自拍，你把这个加一个光效吧。啊，你来弄。看一下哦，要这个吧。哇 哇，这个颜色好梦幻，嗯，然后很绚丽哦。是，拍一下你居住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约会好舒服哦。到了，可以上船了。哦，走啦！哇哇，舒服舒服。今天我就觉得想放松的出来跟你一起玩。那如果不这样接触的话，还是会觉得有距离感的吧？所以还好你来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今天，有今天其实都够了。其实我还有反思过自己，为什么给人产生距离感？就是我觉得给人距离感不是你的问题啊。你在进小屋之前，你的生活圈子是很让你舒服的呀。嗯。你就是很正，就是因为生活圈不一样而已。虽然可能我觉得今天回去了之后，就算其他人对我依然有刻板印象，依然觉得我距离感，我也觉得无所谓。我无法去用我的精力去取悦每一个人。你现在不这么觉得就好了。我们在这边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不希望是因为时间而让很多事情变得很急。我希望我们如果是说喜欢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都好，是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不管你心里心动的是谁都不要紧。就我不希望是说假如不是的话，不要说因此而我们疏远了什么，因为真的没有关系，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
就觉得有今天就很圆满。就咱们俩回来了，是吗？嗯，看鞋的情况是。一会儿见。等会儿见。I know, 'cause I spent half this morning thinking about the t-shirt you sleep in. I should know, 'cause I spent half this morning listening to your message I'm keeping.去一楼吧。好呀。哎呀，那你姑娘烦呗。说啥呢？我都不知道你说啥呢，都是你暗示我的。主要是你不是，都是你暗示我的。师傅，我啥也不知道。师傅。哎。哟，你这么早啊，同学？我俩都要睡着了。你俩是谁啊？你猜猜看。跟郑如。你猜猜看。你跟凯文吧。你不会跟吴佩吧？真的是吴佩。哎，给你买点吃的，你吃吗？对，我们还买了吃的，特别买了，特别好吃。我们还买了，我们还买了这个。不是，我买的是特产。我先上去换个卫衣，我换个家居。看我买的包可爱吗？啊，好可爱啊！我觉得可以照一下这个风景、哎、对，我觉得用 vivo S1 Pro 拍照很好看，打开它的这个超广角，哇，拍得很清楚，哎，你看一下这照片，嗯，拍得很全，哇，真的很专业，很全，收藏起来了，收藏起来了， OK OK， 眼睛睁不开了，对，哎，啥时候回来呀？真的是最后。哎呀，谁呀？哦，谁回来了？这是？哎呀妈呀！谁放风筝去了？这是干嘛在？哇、哦，什么情况？哇，你脸上画这个好可爱啊！他自己画的，你知道吗？哇，然后还收了我们钱。他自己画的。你跟谁去玩了？你说呢？蹦极去了是吧？还是你准？不是，我说是吧？嗯。我去换一个那个拖鞋啊，等会儿。换个拖鞋，我去倒杯水。哇，好多娃娃呀！同学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玩怎么样？还行，就开车很挺累的。开车？哎，你们开车远吗？远，真远。你没脸吗？对。超好吃，快吃，给你带。这叫什么馅儿啊？那个就是番薯馅，超好吃。这个是什么？草莓的，那是。这个呢？那是栗子的。你们咋都没吃呢？吃了，我都吃了他们一盒了。嗯、哎呀，哎，哈喽啊，哈喽啊，玩的挺好啊。好。
你装啥呢？啊，这给谁的？你的。不敢接。看我今天在鼓，你俩，对，我俩今天，所以真的去海边了。我去了湖北水镇。你俩吃了一路是吗？看我俩玩成这样了。哦，对，你俩玩啥的？勒的，勒的。不是，他是射箭。射箭的，弹臂。你玩的是真刚啊。哎，我们玩的挺好的，我们也去尝试。那好像挺好。我们从头玩到晚上，就没停过。累吗？逛了哪家店？所以海滩好吗？好，非常的。请坐，请坐。Nice。是北戴河吗？南。南戴河。哎，你那裤子别跪了，不方便。来来，你坐，我坐那儿去。OK OK。你裤子不方便。所以黄金海滩有黄金吗？我们在黄金海滩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我们就去那个礼堂，非常好看。啊，教堂是吧？就那教堂。对，那个礼堂。我们今天也有教堂，给你看。是吗？我看一下。我跟今天跟齐斌去了古镇，就那个日月岛。是他们俩去蹦极了，他俩。好惨！真的是哎，双人蹦啊！哎呦！看我俩的脸，蹦极，全是血点子，太好玩了。他们俩这颜色好搭、对，我今天他们颜色差不多。今天这是一个巧合、对，而且是巧合。这是一个巧合，真的。走了，要困死了。就咱俩没事。就对。小兰，come here 一下。谢谢。烦死了。穿得好漂亮啊！咱俩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啊！中午啊？你有时间不？有啊，送你。还有礼物，谢谢。就一直都收礼物吗？都是小礼物。可能很适合，但我也不知道适不适合。就我要看吗？现在？可以啊。好。黑色哦。是长袖吗？短袖，帽衫。哇。我也不知道。大小适不适合？但我觉得 OK， 感觉就是差不多。我觉得 OK 大小，谢谢你。一百，客气。请装起。我就很想看你穿黑色。真的吗？我今天有一半黑了。之前也会来吃哦。对，我会自己来吃。自己。对。一个人。嗯。哦。
这很幸福。哦，我也常一个人吃饭，其实。真的？因为一个人吃饭就不用去想。想其他的事情，就单纯吃就好了。还有就是你不用去考虑，哎，这个是不是他不吃，那个是不是他不吃，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是啊，是啊，是啊。你会是那种很比较难约的人吗？我的午饭是巨难约。为什么？就我午饭的时候会比较从简。哦。然后我喜欢晚餐会放得更丰盛，一般来说更丰盛一点。哦，今天但今天吃午餐吃的我超爽的，晚餐都不用。你姥爷做饭很好吃吧？我姥爷？不是厨师吗？哦，外公是吗？对，蛮好吃的。但是因为他每天早上做一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年纪太小了，然后就有一次还发了个小脾气说啊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啊什么，后来想起来蛮后悔。后每天做什么？因为我喜欢喝白粥、咸鸭蛋、肉松、榨菜这种东西。哦。然后他就天天都给你做，很像我现在的行为。你觉得时间快到了，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吗？我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我感觉很神奇。很神奇。感觉像经历一段很神奇的事情，然后又好像没发生一样。有时候会觉得就掐指一算时间又觉得又长又短，有时候觉得好像过了很久，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就没几天。嗯，是这样，但其实真的就没几天。哎，你是那种就会很伤感的那种人吗？我是觉得要再见到人就是会再见到啊。哎，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你会这么想。是这样。真的是上次出去玩的感觉啊，突然变得好熟啊。哎呦，我明天都不知道穿什么。其实你不用纠结穿什么，你纠结是你的 result 是谁，你就穿就知道穿什么了。我觉得无论我穿什么，明天的 result 不会变。我心里已经有底了，穿什么。希望你穿着的时候会有人看到。高中毕业我都没哭，我大学毕业我可开心了，我也没哭哎。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大家长得太好看了？
嗯，好快呀、啊！你躺着了，早点休息了。对呀、啊，握个手嘛。晚安，晚安，早点休息。Life could make you cynical, make you harder satisfied. What if we never let go, and we don't live before we die? Gotta lose it to miss it, then harder to admit it, cause your love still want it, and life don't seem familiar when I'm lonely without you. I keep bringing us back to life.哎，差了。衣服挺好看的。那是，也不看谁买的。嗯。哎，爱什么？就是还是会紧张。真的假的？对，我以为不会。我觉得你也不会啊。最后一天了，感慨万千。我觉得其实能在这里遇见你已经很幸运了，对我来讲。我们两个人的职业应该是碰不大到的，然后从第一次见你到现在，觉得和想象不一样，因为你一路会给我一些，哎，他居然会这些东西的感觉，就惊喜感，你知道吗？如果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是我们俩的话，你会觉得会有不同吗？
就其实如果再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也会更希望像现在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才有机会去接触到不同人，因为如果每次都是我，或许就不一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然后我是觉得挺好的，其实现在这个样子。嗯，我是觉得咱俩真的真的很像啊。嗯，就是可能我也是会这么想的人。嗯嗯。怎么办？我面对你就没有什么分别最后十分钟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啊。嗯，就毕竟最近几天其实也有在很纠结。我也有纠结过，但我其实不是纠结的纠结人，我是纠结看不懂。但是当我知道我想跟谁接触之后，我就会有点懒得去跟其他人再去接触。我不会觉得下一颗苹果更甜，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哪一个？你好。你是？嗯。你是？你是？你是哪位来着？你是哪位啊？哎呀，说点啥？第一天进小屋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来玩的。然后我第二天，是有找到让我心动的人的。其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就是我去买油，就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感觉看起来你还蛮着急的，有点真实。对我来说不是有点真实，是很真实，好吗？对啊，我很容易被真实的东西吸引。然后后来还有什么珍珠过生日啊，那次我觉得哇天哪。其实那个礼物的来源很简单，就是因为珍珠过生日，我想是要给他去挑个礼物，然后就走在那个商场里逛啊逛逛啊，突然间就逛到那个店，第一反应就是哎，感觉这东西很适合你，就是很自然就想去给你买个东西，想的是不想让那个人在别的女生有礼物收的时候他没有礼物收，不想让他觉得会有一点失落。包括看到的很多的东西，然后去的很多的餐厅，然后我都是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那个人喜欢吃，哎，这个衣服好像挺适合你的，然后就是那种东西它就没法去掩盖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所有的话就没有想过在最后晚上的那段时间去怎么说，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在现在说，什么时候应该在往后一段时间说，当然也有可能最后的时间我是没法去说那些话的。我本来就想把这个对话跟别人走心一点，跟你随一点，我就想嘻嘻哈哈过去，但是没事，我控制住了，我很平静，现在我控制住了，我很平静啊，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也觉得说谢谢我觉得太见外了，说谢谢，但我是真的很感谢，就是谢谢留给别人说吧，别留给我了，不想听谢谢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很感谢啊，就觉得很幸福。谢谢啊，谢谢。哇，今天风！今天风超级大。对。
里面还挺大的。哎，你认识唱这个吗？对，因为那个是我们第一次见的那个。哎，不是不是不是。但是你应该会见到第一次见。所以你会有遗憾更多吗？就是我遗憾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太晚来了。你想从第一天就在？嗯，我想从第一天就在，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敏感的人，是我观察需要时间，是对我观察是挺需要时间的。你会希望自己是一开始就能进来吗？我也没有特别想早进来，因为早进来我也觉得跟现在的变化不会太大，也不会影响太多我的选择吧。对，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第一眼的状态。其实我也不想隐瞒什么东西，因为我曾经犹豫过，就有的时候会质疑到底自己的这种付出是不是会有回报，但后来我觉得这个担心其实是自己没有安全感的一个表现，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在认真对待一件事情，我就更害怕去失去一个东西。对，但后来就会明确很多。我进来之后，我记忆中好像没有人送过我礼物，对，所以你是唯一一个。因为我也知道你的付出，所以我也不希望你觉得我没有看在眼内。我是一个观察比较久的人，所以，而且也有很多东西在发生，在让我很动摇，我就是很乱。但是别人的付出我不会忽略。吃饭吃那么多遍，昨天你是第一次坐在我旁边。你是一个很会隐藏情绪的人吗？我很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我不好的一点，太压抑自己。我在尝试去就是说让自己要去那么，但是我总是做不到，总是性格使然。那你会有遗憾吗？有。你呢，有纠结过吗？有。我就是很希望我不是那么晚进来的，我会很怕自己想太多，因为毕竟我是晚来晚到嘛，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就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我的视角也是我眼里看到的，
所以就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我到现在，我其实还是看不清的。我其实觉得跟你相处很特别，就是特别纯粹，就是我们两个很像小孩子一样的相处，就什么都不用想，就是开心就好。你觉得我们就是出去三次，有哪个部分你是最喜欢的吗？最喜欢的就是你光脚去海里面，然后腿又跑回来。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棒的回忆。Hello，Hello， 请坐。要不要喝点水？嗯，没关系，不用。今天穿的深蓝色的。对，哎，还挺搭。我还想感谢你一件事情。嗯。就是谢谢你在我不开心的时候主动过来开导我。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不好意思，没事。我是一个女生的伴侣。OK。就来了小屋之后，你给了我很多没有感受过的温暖的地方。从小到大去主动给我这些温暖的人就不是很多，记住的也不是很多，你就是其中一个。就不是很想说那些感谢的话，但是就真的很真的很深刻。希望你好，真的关心你，希望你好。第二个就是我愿意，就是我想去做。第三个就是你，我觉得你需要。因为我也是觉得我们可能时间一个是很短，一个是我不希望自己有什么遗憾，所以会做很多。之前你说你是被动，其实我也挺被动，所以这就是做了很多事情吧。我在察觉到一些事情之后，可能会我就可能会远远的默默的看着你，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会，总之就是
起我就好，你开心就好，对不起。在想，在回忆，就是发生的，都很清晰。就发现还蛮多，对，共同一起去聊的，不管是梦想啊，还是感兴趣的东西，对，还是竟然都还一样，对。特别奇妙，好不可思议啊！对，而且可能之前我们就没有机会相遇，然后两个人竟然都选择来这里。对，你喜欢一个人需要多久的时间？心动可能就一瞬间吧。看到一个人，然后想要去了解他，20个小时确定有好感，然后所以你有做好决定吗？我做好决定了，就我希望你可以就真正的就做自己，然后有最好的结果，不管是之后还是再往后的人生，希望你的好肯定也是，绝对是世界上另外一个自己的好。没事，就有歌也挺好看的。好。我觉得特别好，就一起成长，其实可能是最好的，不管会发生什么。非常感谢这个地方。我也是，很感激。好。那我走了。拜拜。加油，拜拜。加油。拜拜。Baby, you got me up all night in bed, digging. 你要坐这个吗？我要坐这儿。那我要坐对面。Sit down. 我又找到了我的老位置。来，你坐这。坐这好。坐这。是因为这两道菜比较好吃吗？哇，好像有分胜的样子。是的。每次坐这个座位呀，哎呀，
最后一天了，那我们先、先喝一口，共饮此杯，耶！哎，你先吃，谢谢。我感觉我今天是最早醒的一天，因为我睡的时候天已经很亮了。你是睡不着吗？没有，有事情。有事情？对呀、啊。哦，心里有事儿。就有事。大家好严肃啊。吃饭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吗？嗯。我觉得我们就该遇到。哦。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一定是最适合的。哦。反正我没想到我会遇和朴信惠离这么近。我也没想到坐在仔仔旁边还认识了杨坤。杨坤潘玮柏，潘玮柏也在。
Because tonight it's all about us. Nobody loves you the way I do. Nobody loves you the way I do. Nobody loves you the way I do. Because tonight it's all about us. Nobody loves you the way I do. Nobody loves you the way I do. Nobody loves you the way I do. Because tonight it's all about us. Nobody loves you the way I do. Every day is the same, we end up where we started. Can't let the thoughts I've exhausted. And I don't know how much more that I can take. Cause every second passes, I'm already off balance. And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stay. Cause even when we fight, it's hard to walk away. When the truth is, I'm scared after you tell us nothing. What do you do? 生日快乐，给你跪了。Thank you。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Cold eyes, packed your bags. 哇哇哇！啊啊啊！哇塞哇塞！ 你好可爱，对啊。 Oh love, there's no need to hide.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If your ghost pulls you apart, it feels like you lost who you are. My love, no need to hide.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Hey, 你好。哎呀，我好紧张啊！紧张什么？快一个月的时间，我才拿到你的手机号码。嗯，也有很多话之前也有跟你去讲，但是终于等到了今天，我可以更放开的去告诉你我对你的感受。你在我眼里。是特别好的，就是也不会求说你一定要能够携手或者说能够同行，但我是希望跟着心里的感觉去走。只要是你心里想的，其实我都会支持你的。爸，
哎，你好。你知道我谁吗？不知道。我其实我刚刚准备挺多，但是我突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是我觉得，啊，其实真的在这个小屋里，真的让我心动的时候是，在第二天做饭的时候，我在帮你做饭的时候，你回头对我笑的那一瞬间，真的，只是因为一个笑容，我就真的心动了。然后我就是觉得送你音乐盒嘛，虽然那个音乐盒的时间只有3分钟，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遇到了你，却定格了我整个夏天。对，真的有点绷不住了，凯文。这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真的有很多东西都很打动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不过我想说的都说完了。好吧，别哭了。Oh, what a thing to do. Cause you were all yellow. I drew a line for you. Oh, what a thing to do.我把我背，你就管玩。哇，你真的好适合带这些东西啊！做一个小玩具，这个想哪搞啊？这个就想办法就能弄到。这真的痛啊！你一天都在吗？我大多数时候可以在。可以在是什么？就是可以陪你在。你不喝酒 ，Sparkling Water。谢谢。处女座。因为我不想别的女朋友理我收的时候，你没有理我收。啊！真的。哎呀，好可爱呀！多待一秒钟，再多待一秒钟。凯文，凯文，你走到哪儿去买啊？哇，不让我着急吗？你不是？这家店以后可能我要常来了，我可能还会再想起吃饭的人吧。你这是啥？我干嘛了？真想要别人就不送了，都不吃了。你是周五，我是周六，在星期天是有交集的。哦，哇 ，Hello。所以你要过来找我吗？好，好，拜拜。
小兰，你知道这今天是咱们认识的第25天，然后也是我想和你表白的第24天。哎呦，你不要。不好意思，那什么。哇，哪搞的？你不能买吗？又去买了。又去买了。哇，好暖和。暖吗？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西瓜。开心吗？喜欢吃吗？喜欢。能不能以后周五也是你？能不能以后？哇，你能不能？能不能以后周日也是你？哦，哎呀。哇，幸福哦！哎呀！Come a little closer and let me do those things to you. This feeling will last forever, baby. That's the truth. 啊，准备了点东西。这是我昨晚画的一晚上，这是很多。哦，这是画的吗？对呀、啊，这就是我想想，就是说第一次见面第一天那个时候，怎么就这个样？只要是你心里想的，其实我都会支持你的。嗯。就是，只能说我们想选择的，就大概有其他人吧。嗯。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要感谢在小屋这时间对我的照顾吧。真的挺感动的。对我来说，能在这个小屋里面，能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在我们都比较美好的年华下遇到你，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那就先这样吧。拜拜。Because in the dark, you can't see shiny cars. That's when you need. Wait. Wait, 冷不冷？好冷。那我就快点说吧。就是我今天中午跟你聊了，我就不想让你有就是跟我在一起的压力。
其实我平时也不是那样的状态，可能是因为从一开始见到你，我就觉得你特别的让我心动，所以我就一直让自己永远处于最好的状态去面对你。所以我就希望你能给我机会去就是展现更多的我自己。我其实对不起，这个阶段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有点没有放松开，可能要先拒绝你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拜拜。拜拜。You'll drop through a new charm. I hear the birds when they sing. I hear the sirens when they're ringing, but I喂，Hello，我在这里很高兴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就很像回到小时候，就是什么烦恼都没有，就是很简单，很快乐。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好，谢谢，拜拜。是谁吗？我知道，佩儿。我觉得你也知道，应该不意外吧？不意外。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你挺特别的，对我。纯，就是很纯粹的东西，很细。拜拜。
Please don't give. 喂，喂，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啊。那我就快点说。嗯，好，你说。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可能第一次见就，就可能很久没有的心动就发生了。就是很感谢这个人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次相遇。嗯，明白了。嗯。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哇，好好听啊。咸蛋黄酥，我超级爱吃咸蛋黄酥。Let me disarm you, I'm not trying to own you. 这是送给你的，这是你花的。你不开心的时候就可以翻一下。你说的。他不要来。喂。你好。喂。喂。喂。OK， 等我。你好。耶！When I was a young boy, I never knew I could fall in love. 特别暖，特别暖，握握手，就冰到。我觉得我会这段时间变得有变勇敢，挺重要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才刚开始。嗯，这是给小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我们两个。今天才是一个冒号，不能哭了。啊！
真的非常开心能去认识你这样跟我笑点一样，然后有这么棒的一个女生。我也不知道出场顺序到底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我现在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答案。所以你这是要拒绝我了吗？谢谢，拜拜。我做了别的一些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就是结果？Couldn't tell you, I couldn't breathe, I never knew that I was ripping at the seams. 我觉得非常感谢你，可以在意到我，可以真心的来，主动的去和我说话。其他也一起带走吧。给我的吗？给你的。是吗？真的吗？真的。谢谢。过去这20多天